硬到重点。心有一点凌驾，咱拢是清净，回了无性，一点青天的灵魂，是咱这条清净的源头。阿母啊，爱予咱顺的命，咱只有用清净这点灵气，倒转来上苍的神，是原始的天性，嘛是咱母啊转正。我有这条灵天的气神，是咱定甲先天这么稳。无形的天界，咱爱为缘现在啊，是咱拍通先天的本性，咱再来走向正法的神。灵魂只有照着天性，咱爱传的只有天命，是咱原始的本性。转入到通的元灵，是灵魂这个天界，予咱安定顺妙心。天元一点力，送着无形的精，咱爱清净的气性，落来现世清明。母啊，爱予咱真顺的灵界，是咱落甲遮尔清的心。我有一条灵天的本性，参入来有顺的天灵，真理是咱落性，恢复清是本性，转咱有法现世境。是灵魂的天界，咱有这么种心来的，拢是青天的本性。我再来讲顺甲这么稳的元神，是咱一点气。要来讲着顺甲的心定，咱有一条灵天的灵性。再来讲顺家安定，是原始的天灵。母啊，爱咱有清的心，一点原始的天意，咱只有兑现老灵的心，是灵魂的天界，嘛是咱老灵自在。这是咱法的灵气，咱再来讲顺着通灵的心定，是我爱有这么顺的天理，拍开咱这点灵魂的顺心。灵伊是这么清的，今日我爱是一点气，掀开着清净。这条原性，无形伊的天意，只有升华咱的本性。咱要有这点灵源的灵性，转入着通，这尊神是灵的天性，转到这么清的神，才予咱会当入定。在世间咧讲的话，这拢是直传先天的真理，咱才会当向无形的心定，随着一条灵魂的灵气，咱才会当向先天这条无形，真源是天灵心。恢复是正天灵，转咱落界性，一点清净的天意，
咱爱对着顺母的心情，在世咱会当讲的是通灵，搁再顺甲稳定的心，咱有一点青天的精气，再来对着顺家的心，真理是天灵性，爱咱见庙是顺天神。落得清净，咱的天性啊，无形伊只有讲灵性的尔，安尼咱才会当顺着天，照着灵这种清界。我爱拢是天理，嘛是咱今仔的灵气，无娘啊，伊爱咱落个遮尼清的心。真法是天灵性，爱咱见庙现世神，无则是咱的天界，现灵则是自在啊！是你这点清净的天性，无啊爱予咱遮尼啊顺的天命，拢是顺甲稳定的心。才有这么清的心，是灵魂现世情。阿母啊，你讲，这是顺咱的心，一点有稳的家，咱再来讲道灵，这么顺的理啊。先开是顺天性，爱咱见庙，这是会的清。这点有法的灵气，咱只有转着相通的心，真元是天灵性，转来是无形清，回到这条灵天的性，咱再来讲路灵这么稳的心，这个天意只有度咱的灵。咱爱只有看现清净咱的本心，你爱有遮尼稳的寂静，这个天就是要咱入来，你才会当顺着正法这个神，通着你今仔的气来相通。今日咱爱是对流，拢是会当行。咱现主持的灵气，这个天理是安尼结合的。我有这条清净的气，传着先天伊的本性，是咱有稳定这个天界。阿母啊，伊予我会知，我将着先天的本性，老母啊伊的精气开灵。这是正法的天理，对着咱清净的心气，灵源是天灵性，恢复是顺天神，有咱这条灵法界，这点灵气是先天性，爱咱见庙现世神。你有一点灵天的家，我爱有顺定老母爱的心，是咱兑现这点气，是你搁再顺家这呢啊种的性，我有清净的法界，你再来讲顺家自在，合咱有稳这点性。你再来讲顺家现路灵，真理的灵气，咱爱对着顺家的心，才有这么精的发性。咱来讲通灵，这尊神明，是你会当顺家的灵气，嘛是咱来讲正法路灵，这点灵气只有天界。
咱来讲酒自在，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性，你才会当转到元天的精神。这是咱正天的发心啊！来讲到这么深的天理哦，咱再来讲顺甲安定的心呢，无形的发心，只有传达咱的本领，奉着金宝这么清净，咱在此献心意啊！灵魂若开元落架，咱也会顺着母啊这条绳啊。这个天爱予咱会当落灵，咱才转甲清这么顺心啊！灵魂若照天意啊，咱爱来归零和谐啊！这个天元我的灵性，打开一点灵光现清啊！这是咱顺甲安定的天神啊！无形伊爱咱落灵啊！咱再来讲清净的安静，是咱对着无形的法界。咱再来讲落灵心在在呀，道家这么精的天理呀。咱再来讲落灵顺无心，这个天元拢是天意呀，转来开元是顺天呀，是咱这条灵元的天性诶。啊，咱再来讲清家己的心，啊，有咱顺甲稳定这个天意，啊，无啊落灵顺这条绳啊，啊，这拢嘛是小通，啊，咱爱是先天的灵性哩，啊，在世间咱唔再当讲通神话灵咧用，啊，顺甲这么清净的天呐，啊，咱只有无量啊现呐。咱有这点灵源本性，再来度假，咱的清净呢，是咱顺着通灵这点气，啊，我唔走金宝顺界心，这是天元啊一点气，啊，咱嘛来讲顺界现世性啦，啊，是咱归元这个天命，啊，要啊爱咱顺伊的心。献开这个天性，啊！我爱转回清净，无形伊爱咱落定，咱再来讲顺家会不会心啦？这是清净的法性，啊嘛是咱得通先天的本性。人讲有一条灵天的架，会当引我心入明啊！啊，天若开我的天意，啊，我来讲顺灵转气啦。这个天元只有这条灵性哩，啊，无啊，伊爱咱拢通啊，何必换来啊？啊，咱再当讲清净的天性，强合先天的本领，真元应来天灵气。我出清净心灵，爱咱原始现世界呀，行出真元定自在。啊，这是清净的天界哩。啊，我再来讲安住咱的心啦。啊，我若有这么顺的气呀，啊，咱再来向啊，不啊，这条本领啊。是主宰这个天性，咱爱是顺母啊，这条真灵呐、啊，天元是灵天来，道灵是出神，无形会出正法界，青天有母心愿在，天意是咱灵气。落来清净则是天，无形注定五本性，传达正灵现世缘。天意注定是天性，转咱恢复是天灵，
在这条清净的气息，咱来安住恢复心，是咱顺着聆听的感，进入着修团咱的天意呀、啊，这种相会的天界，敢若亲像神这么稳定，咱爱拢是顺家的灵气，嘛是向着母啊这条原性本道。这个天理拢是安尼生，由咱这个大道来现清净，咱才有随驾这尊神明。阿母啊，伊爱咱团啊，咱就照着这条灵性现来开清净啊，是咱这点灵魂的天理，慢慢向着真法这个神驾。真愿吾来正天神，传来无上金妙心。随着通这么稳定，母娘啊，伊会当落架这条真相。这个天只有传，啊，你甲我才会当结合啊，咱才会当随着通这么清净啊。化为升天，咱这点气啊！这个天界拢是爱恢复源头，源头啊！咱才有这么精的灵性，传着金宝娘娘伊的元神呐！啊，顺着这条灵气，啊，世间爱人宝啊你，啊，咱才有这么顺界的天性。啊，金宝也是先天的精神呐、啊，啊，咱才会当讲顺甲这么稳的天意啦。啊，照着法来生，啊，咱才有先天这种灵气呀，化用伫咱即马这个心内。啊，咱要有这条正法的天理，才会当转甲这个天呀、啊，是咱灵魂。一条心，要来讲出家现的情，随着一点正天的心，咱再来讲悟出这么稳的心。啊，这个天界啊，只有照着无性啦。啊，咱才有入定这条真心啦。啊，先天拢嘛是相共的。啊，这个天理拢是代表性。啊，咱爱拢是清净，才会原神原祖啊啦，是咱要来传这点气啊。神伊拢是明体啊，所以讲我爱是家己的心啊，找倒转来向倒转来，甲这个神难做伙啦。啊，这是咱清净的天理，一个人的心念有济啦。安尼，咱才会当讲通灵之神，啊，才会当讲甲法会当顺这个天啊的运律啦。啊，这个天界，我嘛才来讲清净这个心性，啊，恢复这么稳的天灵，啊，我爱则是清净的本性，啊，母啊爱咱讲通神来用。是咱归元现世的天理，慢慢定家己的心气啦。在世间，咱只有运用正法的灵气呀。啊，这是咱传法先天的神。咱再来讲这么清的灵界，啊，显开是咱的天意呀。啊，来讲元天，则是咱顺性啦，是咱。回到正法的天，咱才有母娘啊，神灵的家啦。这是传甲先天，咱的灵性，净着个人，咱的心境，只有这粒，咱会当讲的灵气，金母啊爱咱这么顺的天性，向甲这么清
的神，这个天意就开阮体。啊，无啊爱咱这么清的心，啊，咱才有这么应合的元神。啊，这是咱通甲清净的天意啦。啊，无啊来讲，正法落天性，转咱归元神，无形正理是天意，爱咱行向青天啦。是咱顺着这条灵气，无啊爱咱搁再集定这尊神的意思啦。啊，这是咱团圆，啊，我只有愿事显明啊，一条清净的气神，咱爱转甲这么清的心啊，是咱有稳定这个天意，啊，咱再来走向升天的心，是罗灵的天界，嘛是咱接回原来啊。真理这个天性，是咱落架稳定的心，咱爱会当谈这个天意的灵，这个是咱无形定天，咱再来讲瞬间实现啊，真法是天灵的境界，咱爱顺母同心，恢复清净。的灵，这点顺母现世情，我爱整个拢是病，是咱原始这间气，回到清灵咱的心，这个天意就将咱的心拍开，咱这条灵性的，这个天理完全拢是空的。但是我的心要调在这，这个灵要有这个光线，这才是咱定会调的，永远回不的心。真理是天灵气，落来清净是金母心，天来落加正法心，转咱一点灵静。天元是灵天，造家是天意，无形注定是元神。我来清净世间心，向着原来的无去，传达清净这条心，拢是顺着无灵，我爱传家现世经。是咱真发这点气，来向着母啊这么清的心，我得到母娘的灵气，出现清净咱的心性，上苍回了母天意，咱来向着清家咱的心境，这个天就归我。咱爱的灵魂这么清净，先天伊的本性受照母的灵。今仔咱所讲的是天意摆出来，咱照这么顺家，用咱的先天清净的源头，一点灵天的气，伊是顺家的神，众神呐、啊。又顺咱母娘啊，这个金性，咱才有这个真体现前啊，是咱无形这个天界，是咱这个金母主宰啊，结合着咱清净这神啊，我爱有这条灵天的架，得通先天这个母啊。咱再来讲顺着通灵这条神，啊，这是咱敬母的天意，啊，嘛是咱行过这条灵界，咱有这么顺头的天性，
咱再来向着天顶这些神来讲啊，啊，这是团的灵性，啊，嘛是咱的心这么清净啊。我有这点灵魂的灵气，再来讲着顺家阿母啊的心，显露是灵源的天性，转咱归来清净，得到灵源的灵气。咱会当顺着通这么清净的心，不应该伊爱咱真正清幽幽，咱才会当讲通灵，合回原性。这点气只有对咱的原性真多真心无心，这个才是咱天理的灵性。咱的心会当讲开解。这么看，搁看，搁看，无限的看，安尼咱才会当讲元灵现前啦，修甲无形这条元神啦。这个天意只有咱传，但是咱要有这个心运落来啊，现着一点灵气，在世间咱就用心决定伫遮，讲叫做禅定、禅坐。嘛会当直接讲安静，咱直接休困，咧想，吼、哦，即嘛咧转，转啥？转咱忝，转互伊清爽起来。是咱学着通灵这个天意，慢慢要向着这个天，这是咱的源头嘛。即嘛咱要爱的是先天的灵气哦，这个天。是盘古啊，拍开哦，咱才有这个天地哦，中间才有这万物咯。但是今仔咱是天的头前哦，这是咱落甲这么稳，咱才会当来讲通啊，这么清净。啊，这个前天只有咱的灵界，咱来拢嘛是清净的气清啦。咱再来讲顺家恢复心啦。有咱这条正天的灵气，咱再来讲顺着通灵的心定呢。我爱是伫等呢，这则是我落灵这点干呢，啊真紧啦！我再来讲通哦，顺着这条干，这个天爱我会当抓会住啊，啊我唔再会当收甲这么清哩。啊，无形以后，我会传呐，啊，我的心才会当定在在咧。啊，这个先天是向我的啊，啊，我爱有一天开通咱的心啊。今日你讲的，就是咱即马这条灵魂，嘛是一天起。今日咱爱有阳气嘛，哦，伊本来讲做算算。算数嘛，哦，上数啦，我讲算数嘛，啊，这就是咱讲的正法正理，先天的生死就对了。啊，只有用安尼来讲，今仔我才会当活倒转来啊。生死就是要咱搁一个机会啊，你搁会当生团，一工开就对了。啊，是要做啥？较歪啦，较大啦。啊，这唔则是咧讲通灵。啊，若无你的心就冰冷呢。啊，咱有这么顺界天音，啊，母也毋知一直放伊的能量。啊，这是照着天性啦，啊嘛是天哦拍通啦。真法是应天灵，悟出一点灵天神啦，得到正法的天，咱只有得通先天的气。情来悟天命，团来正天神，一条正理开元灵，无形正甲先天清，真元出在现世明，转咱一条元天行，受了一点气天界，咱来转回顶自在。
照体原来定天理啊，心灵转嫁清天气啊，灵源顺来一条心，强韧清甲元天灵，一条正气现世界啊，充满大天五开明，是咱真元的天性，是咱转来现世中。天意的灵性，转来不牛安宁，是咱孙家的天意，向着清界咱的心意。天有开元令天才，度了正理心天界，灵元为家落清气。天灵转来无上天，天来灵天师，转灵合本意，落来清净五明。天来灵天出，我出一条正天行。照灵开发先天才，读会无牛正天界。是咱出定一点心，是咱花出清咱的心。一点落来定天理，我来教正法才会心气。通出青天五天神，落来转嫁定法子，天有五出金无成，开元转定五清。这个真愿啊，一天意，咱来罗林见庙啊！啊，这是咱传达先天的真愿啊！一点灵气现世转啊，定咱清净咱的本性啊，现来身家这条真神。这是咱无娘的天性，嘛是咱规划现世清，化为清界，咱才会灵性啊！啊，天咧天来开关，我爱拢是清净这条心，有咱无形上法界，咱再来讲道化先天在在。正法是天意，五在清净是无性，爱咱转这么清明，照着元天阿母啊的心，教咱罗林这么精。这个天开五出，心啊圆定。天理安哪住啊？我落灵，天哪开元哪神，运哪清清，天理我明，天哪清啊神，天有落元，无啊定啊心。回咱的灵啊，愿正天啊行，照咱的一粒点，会啊灵气，转在清啊天啊，无啊上光，无啊落灵。一粒点起，
发财的青啊灵啊，盼灵机哦，天出啊，灵源你是灵天开，应咱先天神落来，现出的清灵是咱命。原始的天啊，你啊，来啊，讲啊心，天官的灵啊，庙，讲啊心啊来，传咱的情啊道，心啊会啊开，人讲情啊主。愿啊天理受灾的正道满灵啊机道灵的开啊愿照落世一点的灵啊愿头啊无见真愿的灵啊，记上天地，灵开愿啊心，安啊落灵，五载的正理，清啊清。天啊，才发生，悟出这条灵行，修来注定这个天意，化为道家这条心性，咱来拢是清净的天意啊。咱再来讲传法，照咱的母性啊。天开灵啊性。会了的天啊定，一点的灵啊庙，会啊愿心，这是天啊愿，风啊庙愿。回来的灵啊去，影啊心啊你，我有形啊处，灵啊天气，合了的精灵啊，回灵啊去。天文的灵啊子，风啊请灵，天山的母星啊，风啊天啊定，一条的灵啊开，影啊落神啊，无落灵啊去。做灵机啊，灵出的现世，定啊落子，一点的气团，上啊无电，灵开元啊师，金满灵。百姓天地无形情，天愿你做灵机啊，天愿灵啊生满天地。坐在的青阿明，我心阿静，现代青阿灵，
看台天，一点的冷啊气，在啊心啊里，传咱的无缘来团圆，人讲的情啊心哦。落啊冷啊机，冷出的一点世间啊行，满有无能啊伴咱生，雕花的精灵是阮心。落在的心啊，苦永远啊天，在世的枝条无啊向前，咱爱啊落去心落明，这那是咱落发啊天啊伊，无让我落家，照天啊伊，是咱的灵啊愿，显露明一条的灵啊去安天顶。会在清净咱的天性，见咱老母这么清净，化为天元这条灵气啊，这是照着咱的心，咱爱是顺家这条灵魂，一点灵气伊会当搁再生，咱才会当搁通。搁再明，是咱得通先天这个武器，你才会当归元这么稳的神啊！先天爱予咱清朗，咱才会当行无缘界修通这么明细。天地啊，也要咱共用，咱才有这么清的心。这这啊，才会当讲元天这么清净的。这个天理只有咱通灵来驾驶，咱这条元性不应该，伊爱用着咱的灵甲神啊来甲咱整理，咱才会当传正法正灵的心。无形伊爱咱这么稳。你才会当拍开先天这道门。今日咱讲的是天元本性，一定爱宝啊，甲你开咱众妙之门。这个天意是要让咱顺家，咱要倒转来这个母元，这个道庙啊，伊是要让咱顺伊的心的。所以讲有真济爱知影。安尼才会当行出这道真门。天理是咱这么顺，咱爱是灵不落的，咱才有这么清这点气啊，拢是顺着通灵。母娘啊，伊爱咱这么清净，这个天意是爱咱顺母啊这条心，这个天界。拢是安尼滚，安尼转，安尼代替，安尼相换。灵只有照顺时啦，啊，咱的心只有向天呢。不应该，伊爱咱甲咱练呐，咱要受着这个正传。今咱这个身躯，就是咱的生灵，爱受着众神呐，来甲咱锻炼，来甲咱教诲。啊！恁咱在当争夺起呀！咱即马咧讲的神呐、啊，落伫咱的身躯，代表先天呐、啊，这个素质
今咱只有清嘛，无其他。所以讲，咱会当代表神的威啊，伊的力量啊。所以讲，今仔我要传的是清道嘛。咱才有这条无形的通灵，今仔是一股气产生嘛。咱的心会当运用啊，正理的道气啊。啊，这是咱罗灵的天性啦。要讲先天，就是要讲搁再上升啦。咱这个教无，你会当受着正团正灵来甲你靠啊。无形，伊是用一间气尔，所有诶拢是代表这个气诶来源，这个气诶强弱，伊诶内涵，伊会用伊安尼尔。所以你会当用着真心去体会出来，这当然是无娘咯。所以讲，咱所有拢是道庙生出来，伊演化出来。当然，咱对得着道庙伊的真意啊，咱甲表示出来。啊，这就是咱即马对条条啊。无娘叫咱做啥，咱就做啥。无为啊，理不为啊。无为就是讲，我即马接到工课，啊，我就无提示来做啊。你不为，我就是照安尼做啊，唔是拢歪做啊。所以讲该当做，我就做啊。会晓我就讲会晓，未晓我就讲未晓。啊，这就是咱即马讲通灵的世界。一条灵魂哦，你若有开啊，有开就讲你即粒人有出来啦，迄粒智有有变啦。啊！你就会当看到天地的运行啊，伊所有诶无，伊诶柔和配合啊。啊！你咱才会当讲顺即个天性啊。你毋知我都感应合作伙啊，归一啊。母啊，就是我，我就是母啊。别人老爸就是咱老爸，是咱用安尼来表示啦。今仔日迄是外口物啊，咱是安尼来记咧。但是今仔日咱拢是浓缩啊。咱拢是真心出现啊，真心伫遮来讲话啊，是咱用着这个气场啊。你爱知影这个道味啊，伊真正内涵啊。啊，咱再来讲心内嘛。啊，无咱无代无志讲心内底要做啥？心内底则是老母伊的完整啊。当然，咱是要找母啊，这个完整啊。这个天理只有安尼来形容啦，安尼个人的心体会再深，搁深，予人杀无去啦。唔知深偌深，你唔知哩。这是咱传法这个灵气啦。咱再来讲顺家的神，过去孔子啊，去拜访老子啊，啊，转来因迄个孔子的学生啊，伊讲。老师是你较敖，还是老子较敖啊？孔子讲的啊。啊，那老子哦，已经出神入化，想什么伊就变什么。我看到龙头哦，一直要甲看，看无龙尾啊。啊，我看到龙尾，啊，要看伊个头伫倒，我看袂出来啊。啊，这只龙伫遐咧行有无？我甲追，哎，安怎追都追袂着啊。啊！你就知影讲什么人，这个道行有无？较深高啦。是咱以这条正法的天性，咱爱来敬慕先天神啊。敬天五载先天灵，开元转平现世情，修来一点气天灵，咱爱道家现世明。一条清净有够，咱再来讲顺母同神，接回清净这个天意啊，拢是归元母娘的天性。咱再来讲五出元素的真灵，这点气咱就当代表，咱的灵是永远伫遮的。当然啦，世间咧讲就讲，你有入生啊，你就出生。啊，出生就是讲，咱无爱阁住伫四生六道啊。啊，出生一定爱阁进入甲咱即马第八意识啊，入来甲咱即马即个仙境。
是用安尼举例啦。但是咱即马的咒语有无？是咱的心要直通啊，安尼直接起来啊。啊，这是无话好讲的啊，嘛无这个咱即马这个境地有无？境识我甲咱讲的。但是咱即马是要照着母娘啊，安尼行啊，上面上面学上面教人安尼啦。所以今日我爱有这么清净的气，就在世间我要练习，啊，我会当将着阿母啊这个撇步要领，啊，讲出着我即马现主持的接受，啊，甲咱即马来源，啊，这是咱爱有这么清楚啦。一条灵魂哦，伊要有这个过程，咱必须爱安尼行，因为咱也无了什么本啊。在世间有无？咱就讲行一工，啊算一工啊，啊了解一点算一点嘛。是咱会当讲到通灵这个天意，咱再来讲顺家阿母啊的心，掀开这点灵性，爱找出清界咱的本性。我爱是得通咱的本领，因为这条灵天的气是先天放落来啊，啊我在世间会当修养，互伊做伙，安尼我才有这个代表，这个先天的技术啊，安尼这点灵气，我才会当完成我在世间这个灵官的职务啊。啊，若无咱的灵官有无？你无迄个位啊？你无迄个官班啊，你无迄个准汉准作的力量，是咱即马咧讲的青天的真气。咱人有人格，神有伊的性格，各种有伊的性格。咱即马咧考试爱有及格，咱所有的做物件爱有品格品质。所以讲，我讲的拢是正法，这个天意有符合咱的格，你才会当形容这么顺的天性。什么拢无爱要求，要求咱家己的品行尔尔。所以讲，顺着这条灵性，咱的修养分，今仔我爱是清净的天理，嘛是我个人修行的灵感。一点灵气，这个天性，咱爱是顺着这个天顶金母娘娘伊的灵性，先天只有看你这点，现主是你的身份，就是成就，嘛是成绩，嘛是现主是你会当来到位，这就是咱的坎障，嘛是咱即马咧讲咱的境界，咱的层次。不应该，就是啊！你有达到这个水平的水准，啊，你才会当讲到通灵这条心。因为既然甲通灵啊，你就无私自的念头啦。因为通就是功用啊，是安尼，你才会当讲通神啊。啊，咱才有这么清的灵气嘛，这么大的能量，现着。归元的天性，咱爱是清净，这条元神嘛，也伫咱人艰苦、真煎熬，你爱有脱颖而出嘛。因为今仔日若无苦，你绝对无法度体会这个元神。苦是世间去验着的，咱世间若无离这痛苦这个力。你就无法度当去先天平静，迄、那个真清、真明、真自由、真清爽，迄、那个环境。所以讲人啊，爱尽量落去磨。毋知过去讲过，用砖啊要磨镜，就讲你即马要做一个新鲜活佛啦，你若执着，还是讲你无爱去进行。你绝对袂成因啦，这是一种鼓励啦。但是，迄有当时啊讲是废话啦。但是会当让一个人忽然间
悟出到伊个先天本性。所以讲，即种顿悟吼，就是真正咱人唔知影，你个心甲透未开个时阵，无你爱伊啊。世间人多数个啦，人生不如意嘛，十件内底有八九个哩啊，八九件哩啦，唔是干那咱个尔呢？要注意个哦，即零点一丝丝啊，一丝丝啊，即个人会满意啊。但即个人拢是做神做菩萨，是咱爱有一点灵气啊。做人拢是痴迷啊，痴就是无智慧啊，无智慧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咱即马讲呆呆戆戆，即是真正呆呢，毋是修行假影呆呢，啊，即是无共啊。呆是无救啊！你加呆有无？加戆，还佫加困会落有无？阿妈，你倒转来变第一个，会当牛人。这是咱怨天的本性。毋知过去佛祖讲，戆囝无义啦。那浪子啊，回头有无？金不换。这是真正一个人，你若会当卖，卖到尾啊，你会当倒转来，这才是真正。你已经把这个心转倒转来，咱的天顶啊。啊，这是咱世间的真侪金啊，拢换袂转来。你这种忏悔的性质就对了。今日咱拢忏悔啊，无一个讲唔是咧忏悔啊。所以讲，在世间，咱一定要了过去世的愿，但是愿，你爱有心，这个愿去做啊。啊，你唔通做一个换一个，调一个啊。你即马错遮，头开遐换白遐，安尼等于两相败。你看欢喜，这个我头开啊，但是你即马拍死个，你唔知啊。啊开。甲骨头哦，都两个拢同款，拢无得着，是咱原始这个天性。今仔咱先天你这个骨有开无？你家己会当知影嘛？这毋是咱会当知的物件嘛？啊，这就是先天的线路啊，先天的调频啊。这个频道，这个频率，毋是咱。个人，你想要讲，你就我都讲啊，这叫做先天嘛。所以讲后天，就是咱爱用脑，用咱现主是知影，目睭看耳听，啊去讲出着这个相对的话嘛，这叫做交流嘛。是咱有这条青天的本性，咱再来讲原始的天命嘛。今拢要达成啊，有天命。咱人就有生命，生命就有使命啊！使命就是咱即马讲号做职事啦，咱的职务啦、任务啦。啊，咱世间落来，大家嘛要消业啊！什么人有无？要搁增加恶业呢？增上万嘛，无到遐伊就讲到遐去啊！今仔日哇，我着做神啊，有无？一寡真正无受过正统的教育，一心乱乱想啊！人叫伊神呢，哦，我即卖就敢那神，敢那神嘞啊，有无？我讲的就是话，无可能安尼啦。孔子这么厉害，伊都唔敢讲，甲明仔载要生做安怎啊？自甲孔明，甲连家己都无法度救啊！啊，你是算啥？所以讲，是咱即马要讲的灵性，咱只有望家己的心无愧、无惭愧就对了。所以今仔咱来做会起，是咱渐渐要修到咱的心的健全、的完整、圆满，这才是咱一世人的如意啊！今仔日咱的心意，啊，你来当慢慢。照着你即马所想，予你行会到这个位，安尼就是如你的心，如你的意思。天下间，这着全能啊！全能啊，就是你即马逐项拢捌啦。
人拢知啦。但是你袂当讲，哦，我即马即个道我拢知啊，心也骄傲。你这条灵线，你这个神就走去啊。尤其是半汤鸡啊，你心哪一个起来有无？你即马咧讲的这个虚空这条神啊，飞去啊！你要阁叫伊倒转来，非常困难呢，绝对无可能，因为你心已经真正。迄种骄傲有无？迄种骄傲有无？高大、自大，你看神未走才怪咧。神是戆戆咧，神是假戆咧，伊是超过咱人，骨也白马青。莫阁讲母娘啦，你要做母娘，一个脚毛，一个鸡，一只马，哪有简单？所以讲，有诶，搁讲，哎呦，这某娘诶，计划不坏，做袂用讲我不坏。这世人你若经会过，你永远拢是自由自在啦。所以讲，咱这世人是要来真正行业诶，吼、哦，安尼咱才是真正要来讲到这点灵气啦，现着元灵诶天性，咱再来讲顺驾应天命。是咱这条清净的气，咱再来顺驾金母娘娘的心。好啊！
哎哩，哦哎哩哩，啊哦哎耶哩呵，哎那哦哎耶哩，哦哎哦哎哩，哦哎耶啊哦哎耶哩哩哦，哎那那哦哎。